现代风格庭院特点包括简洁的线条、几何形状的布局，以及功能性与美学的结合。使用当代材料如金属、玻璃、混凝土，强调空间的开放性和流动性。植物设计通常采用低维护、结构稳定的植物，以减少庭院的维护成本。整体风格倾向于极简主义，突出现代生活的便捷与舒适。原想家，您身边的造园专家。